其实昨天很多人在聊变形公告对啊，变形第四页吗？黄金史雷佛，我们昨天讲安迪斯对不对？史雷佛，史雷佛，史雷佛。哇哦，它而且它好像有一些是怎么讲，台版专属的这样。哎，那今仔日哪无人啊？叫人吗？啊，弟拄走来啊！哎，等下等下，我甲你刷袂给你补血啊！哦，其实一边解这个任务你就有爽感，因为你他任务解完他就给你金币了嘛。其实我玩这游戏最担心的就是我后期没有金币，那时候啦，就很担心自己会没有金币。然后我那时候也不知道可以这样连续补血。哦，反正我刚初次玩这个游戏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很新手。哎，回归重点好不好？回存一下。但，今天算到这了，欸，你是累个几点的啊？我们再回去。一辈子你我，一辈子你我。寻找位于七楼的欧灵。